我这个能吃吗？不能吃。我这个能吃吗？在极端情况下可以。我这个东西什么颜色？给你衣服一个颜色。黑色。我用过吗？你用没用过我可不知道。我这个会出现在家里吗？会，客厅和厕所都出现过。我这个是大大，你觉得大出现在咱家客厅合适吗？我这个东西是臭的吗？可以是臭的，也可以是香的。我这个是什么形状的？什么形状？它是一个多变的。我这个东西是腿上的吗？是。我猜到了，是腿毛。我这个闻起来有味道吗？有。这是人穿的吗？嗯。黑丝。对。哦耶。我这个到底是什么？马艳丽。